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不管你在哪里，千万要记得啊，今天还有一场精彩的球赛在等待着大家。我是王涛，今天坐在我身边的依然是大家熟悉的苏东。有一场小组赛的争夺将在这里进行，参赛双方分别是挪威女足和中国女足。小组赛阶段的比赛考验的就是双方的稳定性，需要球队能够拿出并且保持住出色的状态，才有可能最终突围。这机会能把握住吗？没进。门将这次立功了，化解了危机。没能考验门将，直接被挡住了。他在很远的地方起脚了，非常积极啊，又一次挡住了对手的打门。他是想要自己来吗？门前有机会，漂亮的防守，警报解除了。艾达赫格贝格，张睿，王霜，好机会，门将挡了一下，补射球进，门将尽力了，显然他的队友啊也没有给他足够的帮助啊。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他做出了无比精彩的扑救，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球最终还是进了，这就是足球。比分现在变成了1-0。就是要这样打，这是要上演长途奔袭啊。我满心以为这次能打进一球，没想到对手夺回了球权啊，我自作多情了。唐佳丽，看看张睿的处理，还是没能绕过防守队员。卡罗琳·格拉汉姆，他努力地把球从对方脚下铲回来啊！就看接球的那边了，漂亮，成功解围，防守队员成功地阻止了对方的进攻，成功地摆脱了防守队员。机会其实还可以啊，可惜没进。踢球啊，其实有时候就得像他们一样，不断地寻找机会，创造机会。不容错过的机会，他们的狂轰滥炸终于获得了收获，再打进一球。好，他们今天全队的表现都很出色，如果这样都能输掉比赛的话，哎呀，那也太不公平了。来看一下进球的回放，这脚传球分量给的恰到好处，完美的穿过了对方的防线，送到危险区域，然后他在距离球门这么近啊，拿到这机会啊，当然是不会错过的。优势扩大，比分变成了2-0。卡罗琳·格拉汉姆，球交给了格拉汉姆，这个位置非常好啊，观众都觉得可以直接打门了，失误了，他们把球权交给了对手啊。这球有机会吗？门将这次扑救堪称是上天揽月。角球开到禁区里，球出了底线，接着发角球。没能创造出机会。
冒着送点的危险完成了这次抢断。王珊珊，一脚传中给到禁区，解围效果不好啊。看看娄佳慧的处理，这球能进吗？防守队员在射门路线上飞身堵枪眼。张瑞这次传中啊不成功，他提前预判到了对手可能的传球路线。艾达赫格贝格没办法，越了一点点啊，那也是越位啊。把球控制住了，球权还在。球出了边线，看看是谁的界外球。在后场把球断了，球到了他脚下。古罗赖腾这脚球啊穿越了对手的防线，这可以说是一次鲁莽的铲球啊。太冲动了，这可是在禁区里啊。嗯，姚凌威古罗莱腾，艾米里哈维传给了莱腾，直 C 找队友，门将表现很好啊。唐佳丽王双，边路留给他的空间很大。这场比赛的攻防转换真是太快了，刚才还在说他们这球很有希望，现在就被断球打反击了。弗里达马努姆，比赛还没有结束，还有一分钟的上庭补时。他这是要独闯龙潭啊，这球能进吗？漂亮，他们领先三个球了，今天状态也太好了。回顾一下这个进球，拿到球以后迅速地展开了反击，时机抓得非常准，反击质量也非常高，紧跟着一脚势大力沉的打门，门将完全没有机会。上半场比赛结束，比分差距很大啊。中场休息过后换成了挪威女足来开球，双方下半场争夺开始。穿越了对手的防线，传中尝试找队友，看看这次怎么说。门将做出了一次世界级的扑救啊，开出的角球飞向了禁区，这样都没进，这球已经越过门将的十指关了。但是他把守住了最危险的位置啊，这就是反应的速度。嗯，这就是绝处逢生了。是，从我这个角度看下去啊，这并不是个进球，还是看看回放怎么说吧。已经很清楚了，球完全没有过线，没有进球。嗯，这种高位逼抢威胁非常大啊。边裁举旗了，这球越位了，不算。看起来真的就刚刚好过线一点点，哎，太可惜了。哎，埃达赫格贝格，边裁明察秋毫判了越位。绝佳机会啊，球门前已经空了，球都进了，门将在哪儿呢？
对面送上大礼，门户大开，他当然不会客气了。是啊，空门的机会怎么会轻易放过呢？就是啊，目前的比分是4-0。艾米丽·哈维，他可以继续拉边，这个横传直接将球打到禁区，头球，这一点攻击性都没有啊，不理想，效果不理想。嗯，这脚跳传很棒啊，尺度拿捏的啊，非常不错，解围失误啊，球还在危险地带，还是需要更有质量的进攻，快速铲断了对方的球，完成带球突破，嚯，太棒了，门将相当稳健，球传的稍微大了一点，一脚射门，好球，好射门啊，直接一脚远射狙击，门将无能为力，势大力沉的一脚远射。是啊，这脚射门离禁区相当遥远，他对球的拿捏是非常的准确，真是惊世骇俗的一粒远射啊，哎呀，现场看了人振奋不已啊，现在比分是4-1。直接起脚了，将将偏出球门啊，这非常好的射门尝试，带球向前组织进攻，这个球啊，防守队员大意了，进球机会来了，球进了，你敢相信吗？这四个球领先的绝对优势，进球的回放来了，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他是如何突破对方的防线，面对对方的防守压力，他们也没有慌张，找到了最合适的起脚时机以后将球打进，比赛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，边路现在空间很大呀，好防守，切断了对手一次很有威胁的攻势，有机会展开反击，绝佳的机会啊，这都能扑到，这是什么样的反应速度啊，这个球啊是奔着点球点附近去了，刚才这个球虽然没有进，但整体配合有模有样，他们的自信心似乎也越来越足，怎么踢怎么有，找这个态势比分应该还会有变化，横传到禁区内，这里有队友接应，这是在玩火呀，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，成功的抢断，成功的防守，这视野很好，传得不错，起球到禁区，又一个，他们今天彻底打疯了，这进球完全停不下来啊，回放来了，看看这个传中真是恰到好处啊，最后来了一脚精彩的推射，球在空中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，直飞网窝，目前双方比分6-1，阿达·赫格伯格，赫格贝格，球传得漂亮，底角铲球，这个球他都能打丢，不知道该说是运气不好还是状态不好，哎，王珊珊，
和门将一对一的机会。这次解围很精彩，也很及时，破坏了对手的一次绝佳的进球机会。好机会，球进了，帽子戏法完成，他可以在赛后把比赛用球带回家了。他一个人贡献了三粒进球，哦，没法阻挡了。对，比赛快结束了，比分一边倒，没有悬念了。艾米丽哈维，这个铲球完成的不错啊，这脚球啊穿越了对手的防线，门将尽到了自己的职责。重新拿到了球，边路有他的发挥空间，他送给了对手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，还有可能送给自己一张黄牌。裁判觉得有必要出示黄牌，这种犯规啊不给牌有点说不过去。是啊，漂亮的防守有了，双方分差稍微缩小了一点，但比赛也快结束了。还在带球，哎，说不定能创造出机会。比赛到此告一段落。